董在宣布参选之后出来的这个民调就在这两天，而且当中最高的是谁？是韩国瑜。可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国民党里面这些大佬权贵们，他们会不会是跟现在正在执政的这些民进党的贵族一样，他们认为说，哎，这个土包子瞧不起啊？我这呼吁国民党党中央了哈，韩国瑜韩粉讲非韩不投啊，你个动作是情绪上的反应啊，哎，拜托哎。韩国瑜的韩粉不是国民党员呢，国民党员占几个？因是欣赏韩国瑜，不是欣赏你国民党。哦，啊，以前啦，选举讲哦，都爱含泪投票、含血投票，啊，佮有含什么呀？哦，拢投票啊，是含泪、含血、含血、含恨，拢总都爱吞论落来。哎，韩粉无欠你国民党诶，韩粉是欣赏韩国瑜，不是认同你国民党咧。这点我请国民党这大佬们哦，大佬跟老大是不一样的，大佬就爱做出为你的组织好的代志哦，让人征询，不是底下咧变无人内斗的，你无老大，因为这阵真正的老大是韩国瑜啊。大佬跟老大的分别，请您务好清楚。阿龙赶快啦，民进党、国民党都一样啦。我两个吼都讲出嚟，就要开讲呢。一讲个比喻就好个啦，啊，但是还好一讲啊，因为啊，但是伊可能即种唔敢讲啦。啊，我讲我的比喻啦，甲咱两间交警吼，即卖有两间交警啦，啊，你都爱去一间博，一间交警是内底吼，一博相公啊，还佫三脚伫遐咧斗斗斗讲哦，我拍牌互你食，吼，啊，你甲我对捧过，互伊拢袂够，啊，就等于咧博歹叫嘛。嗯。啊，即间交警你入去温室也博袂赢。是。只要伊若要博歹叫。啊，即阵就敢来博牌叫啊！啊，另外一间交警吼，是讲今天啊无输叫袂当好走，啊叫袂使刷，一定爱伊甲伊输，我赢，较会使，你较会使刷叫。就是，到尾啊就是安尼嘛。啊，这两间交警啥敢讲起咪？哦，啊，伊的比喻较好啦，他的比喻比较好。你是讲啊，我甲你讲，我讲，但是我是代表李俊毅委员讲。哦，伊讲哦，有两间餐厅，两间餐厅吼。迄菜拢一丝丝啦，啊盘啊足大块，啊看足水足可口足好食，你钱拢要开足多，嗯，吼，啊两间吼拢头刚减料啊，菜一丝丝啦，啊贵酸酸嘛，到尾啊，大家会选择食啥？食路边摊，路边摊吼菜色哦水，啊个粗巴，啊俗，啊个满钱大碗个满钱，伊即摆咧讲柯文哲一碗啦，无啦，我拄则咧讲就是安尼啊，柯文哲就敢那路边摊诶。啊！国民党这边甲民进党这边就是敢那大餐厅哦。啊，到尾啊，你若母甲尾啊，吼，无人要去你家己食，即间也无人要食，大家选择要食路边摊，好康着柯文哲尔。哦，以上言论吼，不代表他，但是我是转述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今仔日韩粉无多困啦，因为你唔知明仔载韩国瑜会攻啥。对。啊，但是我觉得啦，吼，我觉得啦，一个一也算。也算，也算。为虾米啊？伊讲到要安怎让高雄，要安怎让高雄会当蜕变？要怎么让高雄蜕变？那我讲到这一段嘛。嗯，哦，有对哇啊？怎么让高雄蜕变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选总统嘛，你靠在条真真正正去落实高雄的转变嘛。嗯，啊，无你做市长，这也要卡，那也要卡，啊，可能唔是地方有在条去决定的，有的是交通部，有的是经济部。哦啊，作些部会你无法度整合，啊嘛无法度甲你配合，所以我感觉啦吼，伊讲到一个高雄市民的感受，这是伊在意的，嗯，这是他在意的。啊，他为什么会你搞会你这么久？如果不要的话，很快，我遵守当初初选的初衷，我遵守我的承诺，我要留在高雄跟高雄人民一起打拼，规矩要的有啊啦，规矩要的有啊啦，啊，足简单的嘛。啊！以前用几啊天的时间要写，就是按每一个点人家质疑的所在，人会甲品行的所在，人会去讲的安怎所在，拢按文情并茂的，让大家可以接受。让要骂他的人，哎，你不用骂哦，我都在那个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声明都讲了。我查你们骂啥嘛？啊，所以我拢一条一条写，写写我公布一天，你无就搞完没？嗯，所以我还是相信了我的感觉啦，伊会参选，哦，会参选，但是伊未去登记，伊会接受同意党中央用征召参选民调，即块，安尼去做，嗯，用安尼来做，安尼来做吼，即公子哥们啦，
这场国民党的初选内部的选举，就是一群官宫廷式的公子哥，啊，要来去娶一个土包子嘛。因看不起韩国瑜啦，因若看会起韩国瑜，当初韩国瑜十六年来伫底层，你无工课、无头路的时阵，这些人就去关心着，就去照顾着嘛。是啊，你香港韩国瑜起来讲哦，几颗太阳啊，有人跋脚跋臭装的，其实他们这几个公子哥心都很酸。嗯，啊，你都敢糟蹋嘛？你靠，啊，你敢糟蹋，内行就听有啊啦。啊，所以因这些人太抗拒。哦，韩国瑜看咱三个做无起的，我袂在台，我袂在台。无啦，我是屁话讲啦，看咱三个做无起的哦，咱无想一下办法咧，卖互伊选，对无？啊，无真来互伊选着，连江主席啊，伊总统啊，伊啊，咱这几个吼过去，念头多些。哎，咱念头先开，咱以后拢无半行。连尊重都不能被尊重。说到这国民党，来你看吴敦义写到，哎，这我们之前就听到许多的声音出来说非韩不投，这个声音出来了，哎，吴敦义就说了，哎呀，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主张啊，哎，甚至还有人说到，哎呦，这四个字啊，对这个国民党伤害是最深最重的。国民党里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大佬、这些贵族他们的这样的心态，所以永远翻不了身呢？我先安尼讲啦吼，我直接先呼吁韩国的啦吼，韩国的你这个决定哦，你也想我好势啦。讲真个啦，台湾过去外资唔敢入来，伊实是安怎政治环境未稳定，包括过去什么台中个什么帮啦，什么卖农药啊，迄有诶无，把一寡重大建设啦，迄个是怀疑你政治稳定未稳定啦。啊，搁讲一句搁倒转来，你毋通看讲真足侪商会拢来找你，拢想要来投资高雄，真世界各国个目光拢聚焦伫高雄呢。韩国个，你如果若无选啦，你只愿望要安怎达成啊？你以后真正你对高雄市民唔知要安怎交代？如果真正小凤仪，你对高雄市民的交代真呢？啊，你无选，你无想要选总统，好，有野戏我尊重你。但是你若如果引起这个韩流消息，高雄这个不落来，哇，韩国的你多好，真正多尽职责，多顺道包起来。你唔通看这上位进将士，伊是因为你呢？伊是看到你呢？伊是感觉讲你接地气，你咧想的代志，你无有输人呢？为公无为私，伊只系想要来投资呢，啊无你当作自刷在遐扛你啊，干脆提起来你啊。这做生意人伊毋是空气的呢，佮再来啦。阮迄个吴主席啊，我只呼吁你，你讲部分人啦，我伫前迄阵选举了，意义输了，选举了，我就伫讲啊。恁即我只日头在这时，我来讲恁中国国民党爽过头伊啊。嗯。你真正爽过头呀！你当作民进党食菜，你当作柯文哲手北个固在恁拍，你团结都无一定拍赢，你白台无自个不去吹。拄仔只郭靖也讲个，叫嚣好，你甲三山坐势，我看卖三场，唔免三场，你给我办一场倒。我甲标准甘愿降低，你给我办一场倒，慢慢就陈茂书带二十外万陈光山去顶倒。你有才调一罐矿泉水拼无动员啊！这人敢叫法度达到这个程度？安尼我敢讲你搞。你任何一个太阳买戏的拢无要紧，再买戏拢无要紧，一场倒。我唔免从韩国办四场，一场一罐矿泉水。你介绍好，你抢落来，什么人敢在三摊办一场？你若有人有才调，包括怪台面、怪当事长，你也同款。徛起蹦啊顶，家己蹦看起，你家己本身几牛重啦？你唔能当作有钱就吓死你、吓死人啦！对啦，有钱使几个 A 无啦，但是我讲话听你也袂堪只无啊，去互拍伊啦。你含要 A 的机会你都无啦，想较清楚的啦。当然啦，是一只是还阁以和为贵啦。但一只是讲团结，后壁初选了后团结来对来面对咱的敌人，还阁无一定会赢。你面对的对手是怎强甲强呢？强甲强呢？你后壁面对讲句歹听，你手段你敢得一种 DJ 就赢啦？甲大家上尾啊讲这句话。讲上海国民党上深的，我讲这唔知又搁堆一个王什么会啦？看到时代，看讲你到底是咧？真诶，我讲你讲这是，你讲这真有底？我讲过韩国的较大国民党呢。嗯。三等就是这人拢咧高雄人呢啊，苏东坡、民进党唔是咧得肯讲遐有票呢啊？嗯。敢毋是遐真有票呢啊？真诶，遐毋是高雄人呢？高雄人出一部分的，我打讲韩流长期的支持，高雄市民至少给你一个机会呢。是，这个机会来啊。嗯，真正是高雄当得要去啊。高雄真最近拄啊看到笑容，因为恁甲伤害韩国的高雄人的焦虑又搁出来啊。高雄人的未来无未来，伊的时阵，你头壳伊会想安怎？这韩流韩粉长期以来来伫高雄支持恁，来支持恁恁高雄，对恁高雄的消费。你看，你对你高雄帮衬偌济，
这感情咱恁高雄人家伫在消费的尔，你真正你人个敢那个想袂到，我民调53%无支持韩国算了。嗯，我问你啦，支持金牌44%，进迄个手挂咧，迄空啦，还搁咧花，还搁咧流啦，迄当然呢啦，啊，剩几百啦，我甲你断定进将士啦，进将士支持韩国个就对啦，包括过去民进党当个金牌遐人，都会想要当个韩国伊啦。嗯，人个有在做啦，今日去搁讲我见面啦，目睭搁看我烧成牵人死啊！我讲你吼，你着保重啦。嗯，我是无在条群啊，你我唔知安怎，拼生拼死在拼市政。啊！结果人个将士，恁将士还搁伫遐咧骑，我讲国民党党中央，你这个代志，恁这高官吼，我著甲你讲过啊，讲较好听是高啦，讲较歹听是接落来迄位啦。嗯，你是凭什么话恁甲人骑啦？你是凭什么不爱阮韩国选？你看阮这真正无够重，你莫怪阮伫掠讲。那你看阮哪有够重？你蒋介石在韩国是阮89万选出来啦。嗯。代表阮高雄人，阮高雄人要回去拼，你看，恁是凭啥物讲？遐是这部分人，啊无你再试看卖嘛，你来参选办一场。怪大明，我是这问来甲你讲，你来做啥公公选办一场倒？公选的坐倒，十万去张坐倒，唔免像孟叔带遐一二十万。同款一款矿泉水，你也好在调，大家来比拼，唔是有钱吼、喔，再贵下无人来要拍你，你唔免下啦。搁再来讲到等下进选举用钱买袂到啦，嗯，用钱买无票啦，退归退啦，长归长啦，一千两千摕来用啦，票等等个也免行啦。选举票钱摕来用啦，等选一个家己个人家己来用啦。即个公主哥，即个宫廷文化，即个权贵，你莫讲国民党袂退党，我袂甲你骗。嗯，你唔相信？你甲试看卖，嘿，搁足激动个啦。国民党甚至人。韩国当选时，也有足侪少年人想要入党哦。结果暂时看到恁的前途，恁这款做法，啊，鬼敢入面呢？含烦恼嘛死，什么人搁敢搁入党啊？还真是讲，人们古早话，愈横愈好啦。嗯，哎、欸，有啊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啊，现在的国民党里面啊，你可以注意到。吴敦义讲的话当中，其实带有一些玄机的存在。可以看到，他说、啊、如果说、啊、他这个不列入在这个我们的初选的机制里面的话，可能就不会印在那选票的上面喽。这吴敦义讲的。但是今天有传出说，可能还有人要参与这2020的这个挑战。可是现在国民党里面究竟在玩什么？现在这样子，国民党难不成要跟这个基层的民意对干吗？突然为什么杀出一个郭台铭？好，我现在告诉各位。权贵子弟看不起眷村兄弟，所谓权贵子弟啊，这些人都高高在上的，爸爸不是参谋总长就是行政院长，好，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的。郝龙斌他们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就是国民党主动联系郭台铭，春节的时候，他找人来就在谈这些事。如果不是国民党主动的话，那请问，那你郭台铭他会出来吗？郭台铭到4月2号他还说不出来哦。是谁带着郭台铭去见马英九？是谁带着郭台铭去见国民党高层？而国民党高层为什么又指定郝龙斌跟郭台铭之间是有对口单位？这些就显然国民党主动嘛，然后来耍韩国瑜。耍韩国瑜，你过去曾经讲征召，不排除征召，那你现在说征召林表，这个就是国民党他对待韩国瑜的方式。那我讲话是100%的负责，如果我有说错，我也欢迎国民党告我。那个时候我们去法庭，我就告诉你消息来源是谁跟我讲的，谁都逃不掉。好，回过头来，那我再说，讲到韩流，事实上。就我所知，国民党从2014到现在2018，2014将近300多万都丢掉了，到了2018是民进党倒输300万，这个中间是有600万票的差距，对不对？文山伯，好，请问这600万的差距，他投的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？他是中间选民，你韩国瑜他现在。他能够松动的是中间选民，而不是两党的基本盘吧？这些不是你国民党基本盘呢？那这些选票可会转向，是因为韩国瑜。所以，当你说韩流是对国民党那个李正浩讲的，
是伤害国民党。那我看，那你不要韩流的话，你就选选看。